学上。那么喜欢君子味啊？快点吸。我打给魏家学啊。哎，别，两块。完了。这约价五块钱啊！把五都卖给你，你还要买什么？不然我给你买。不，你要白啊？买啥？妈，卫生巾多少钱来着？范玲玲，干嘛？你最近这几天，这个那个哪个？低血糖，接一下。吃个糖吧，橘子味。谢啦，去吧。哎，这哪儿来的？等一下，马上马上。妈，我的糖呢？哎呀，等你吃饭我都饿了，吃你颗糖还不行啊？赶紧吃饭。这糖谁给你的？谁给？玲玲啊，你现在读大学，谈个恋爱什么的呢，妈也不反对，但是以后结婚买房买车还是找一个能够帮助到你这个小家庭的，起码没那么辛苦啊。哎呀，对了，明天你要变成跟着我小年后的脚步声，这些念叨的叮嘱瞬间。妈，这些唇釉都送你，我觉得你涂点口红脸色会好看。708橘色调的，他家主推色，你试试。还蛮好看的。好看你就试试呗。那个糖果你吃了吗？糖果我妈吃了呀。什么？你妈吃了？这支唇釉有橘子的味道。因为你喜欢橘子味，跟糖纸的味道一模一样。糖果纸还在啊？我妈给的。妈，因为我忙前忙后，楼上楼下，也没想过我们家有没有旋转楼梯，够不够大。我只觉得我们家有你，所以未来能不能有房没关系，有家就行，住着我和爱我的人。给你。Oops.